每时每刻，历史的罗盘总在转个不停。1776年，英国发明家詹姆斯·瓦特制造出世界第一台蒸汽机，人类从此进入了工业时代。伴随冷却散热器的诞生，科学技术走向更加广阔的领域，动力演进一举改变了整个世界。聚焦2000年，在中国最具活力的长江三角洲，在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扬州，在中国发电机组之乡江苏潍创散热器有限公司，转向寰宇，缔造传奇。这里正崛起一个专业制造发动机组散热器、工程机械散热器的大型基地。这里正呈现一个多系列全型号的铝铜散热器新王国。相由心生，境由心造。江苏潍创散热器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刘涛说：“创业10多年来，我只做了一件事情，竭尽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。传承现代文明，共沐科技之光。江苏潍创散热器，一个成长最快的行业品牌，如雷贯耳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发电机组看江都。在扬州建设世界名城的宏伟进程中，享有中国发电机组之乡美誉的江都区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一台台发电机犹如大地钢琴，一柱柱散热器宛若御膳屏风，一支支英雄交响雄浑激荡。少年的船是他献给自己的一首诗，一个梦。少年梦是中国梦，少年强则中国强。依托一个强大的发电机产业群，专业制造与之配套的散热器水箱，思维迸发的一个火花，就此打开了青年才俊的创业世界，弹响了江苏潍创的诞生序曲。公元2000年，沐浴着新世纪的第一轮曙光，在江都仙城工业园区，扬州维特一言九鼎，制造精品，制成服务。20000平方米的厂房建筑，轰鸣作响的机器设备，聆听了一个企业的成长宣言。努力现在，成就未来。2011年，为满足客户需求，占领市场高地，扬州维特果断投资1亿元。在邵博工业园区新建了70000平方米的科研生产总部，并将公司更名为江苏潍创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。历经10多年的栉风沐浴，江苏潍创已形成了维特潍创一体两翼的崭新格局，研发能力成倍增强，配套产品自成系列，产值销售突破1元，一颗行业之星冉冉升起。遵循江苏潍创，你能感受到厚重与刚毅的生命特质，更能体验到使命与责任的共生共荣。一个多维度的技术、质量、生产保证体系，标新立异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自公司成立之日起，不惜投入巨资引进高尖端设备已成常态，一流的设备俯拾皆是。自动副控机床铿锵而起的是一种刚劲韵律，专业制管生产线精密的尺举是一次成型，新型折弯机弯曲的弧度是一种柔韧之美，自动铅焊炉生产线
绵延的吐槽是一种心灵放飞，自动喷塑线行走的出彩是一种华美再现。率先组建国内一流的三大实验室，震动自动检测系统、水压综合测试系统、气压综合测试系统，是全国唯一直接使用产品做试验的实验室，已成为江苏伟创领先同行、产品创优的可靠保证。人机料法环，员工注样本，在江苏伟创，感触产品的脉动，倾听产品的呼吸，永远都是上岗培训的首道考题。熨烫百变千变，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服，让每一名员工的精神气质由内而外。修与修，两个同音不同意汉字引发的哲理对话，让每一件产品都无可挑剔。率先通过 ISO 9001: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，一套集工艺流程、质量控制于一体的生产管理机制深入人心。发展大提速，文化领风帆，十余年的日积月累，十余年的探索实践，江苏伟创形成了鲜明的企业核心价值观，提供精品惠人达己，提供方便客户至上，诚实可信，勤奋上进，追求卓越，领先同行。从服务理念到服务方针，从企业文化到企业目标，这种如影随形的价值认同已演变成规范、顺畅、务实、高效的运行机制，为江苏伟创迈向现代企业注入了内生动力。在江苏伟创，每一个产品背后都站着一位专家教授，每一次改革实践都引发连锁反应，品牌创优、服务创优是一条攻进前行的恢宏路径。乘科技之光辐射，与国际潮流接轨，让创优思维落地。伟创与南京工业大学结成产学研对子，专家教授联袂而来，研究生工作站挂牌成立，全国同行业第一家蓝领技师工作站走向前沿，散热器变成了孵化器，产学研突起了新高地，一个个国家专利层出不穷，一项项科研成果落地开花。专业专心，精工制造，量身定做，创优奥妙。上柴135系列荟萃了20多个规格型号，几柴大功率产品采用独特的四电机驱动，合柴道一磁系列立现了秀外慧中，豪华大气的康明斯系列注入了时尚元素，专为矿山打造的华柴系列产品是恶劣天气环境下的工作狂，适配大同奔驰、德国奔驰、进口康明斯的多款立式卧室产品，彰显了奔驰技术与军工技术的完美结合。效力韩国大宇，配套30电器，在全国广交会动力展示会上，江苏伟创获得了好评如潮。强强联手，创优共赢，公司服务网点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，24小时响应服务，48小时赶到现场，全方位，更细心，更周到，一诺千金，不改丝毫。伸出双手，敞开胸怀，江苏伟创散热器，一个风靡全国、引领潮流的时代日益到来。竭尽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，这是一种使命担当，也是一种人生智慧。未来5年，在刘涛的心底，一句誓言连接着一个强大的中国梦。竭尽全力
将公司打造成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散热器专业制造商。每时每刻，历史的罗盘总在转个不停。江苏维创散热器有限公司，一个转向寰宇的品牌，一个缔造传奇的企业，犹如镶嵌在神州大地的一架钢琴，演绎精彩，引领潮流，奏响未来。